早啊，本来要早点出门，然后外面在下雨，又风又超大，我回不去了，不然我很早就出门。那后来想一想，放假不钓鱼要干嘛？然后雨势也不是说很大，只是风大了点。我想说啊，好吧好吧，那就出来钓看看。刚好底是早上9:50，现在已经9:40了，理论上已经干了，再过一个钟头就准备返涨。然后现在是小流水，我想说我来应该没有什么人，结果还是很多疯子啊，你们自己看。有两个出发，一个已经不知道钓了多久在钓，然后我们还是赶紧出发了，不然等一下就要返涨了。试一下这一两个钟头看钓况到底如何。拍不到，感觉又是一堆小钓。水哦，干，我这不是没有出的，大黑鱼，我扣先扣起来再给你们看大黑鱼啊。我什么时候手割到？靠背呀！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手被割到。
丢了。小流水还是有鱼的哈，刚应该是被那个黑胶的这个地方割到，真的是。进水鱼都咬这么沙，超大口的。水现在又往上，所以鱼还在围会一样。吃大鱼，不是吃小鱼。看这种干大哦，鱼，额头长的鱼，这耳朵有沙哦，就看不到摸鱼的感觉，只要拖竿，我的妈呀！算是可以，这么水不行，没有早点来。
拉杆。是啊，我也要学好机，你看看咪咪鸡的这种小 size， 看到会不会大呢？不可说。
吃一个，看起来好像还可以的，算了，不要，太小只。哇，好大只的红草！哇，还蛮咬的啊。我没有了，我只是晚一点到，今天太晚来了。我跟你同一个时间来的啊。知道，我有看到你。对啊。好，可以啊。哇，太夸张了。我断了，今天断了三次了。都比这个欧，都比那个欧给它大只。哇靠！那一只应该一斤半多了。今天吸氧了。这里路牙都比较小。哎，不是，是这个饵，因为你们来都用这种饵。太小吗？不是，有一个路亚超强了，玩那个什么魔兽哟。哦。哎，这里用魔兽是 OK。但是很会卡哦。但是我觉得你们玩路亚有个缺点，那一个大哥跟你们玩的不一样。像譬如说，他现在在这个位置，他挂底了，他直接扯断，他不会像你们都走下去那边把它解掉。又被赶走了。对，因为鱼就是你没看我玩前，我站着我不敢乱动了。啊，所以你们动的话，鱼就会，譬如说你们现在在这个位置，我在这个位置，你们只要不管你们有动没动，只要一动了，鱼就往这一格移。哦。啊，你们再走下去，他们就往这个底就换了我吃很吃香了，因为我完全不动啊，我你没看到我都没在动，对。啊，所以鱼就会在我这一区域。对。啊，所以你们路亚，你们要舍的时候挂底就扯乱。像我今天挂在前面，我连走下去我都不敢解了，我直接扯断，因为我在鱼在我的面前而已。嗯